有人叫我翻个跟头吧，因为我是蜘蛛侠呀。明晚有空吗？可以约你吗？那么巧，明天晚上真的没有空。有人在问真的2021吗？你，我不说你是我新粉的，你是刚刚关注 ST 的吧？2021是之前在李秀满老师那个综艺上已经就说了嘛。算了算了，我都还是不要被你套那么多话。我像坐月子的，哎，你们什么话都说出来，是不是戴毛织帽都感觉？我在宿舍吗？嗯，难道我在酒店吗？小子君，你可以帮我写教育心理学的笔记吗？你叫我写笔记 ？No, I haven't even graduated middle school. 什么是笔记？你知道吗？笔记不是你听课坐下来的，就听课写下来的笔记吗？我怎么可以帮你写笔记呢？就好像是我叫你帮我倒水一样，你怎么可以帮我倒水？我是不是没有头发？对对对，你说什么都对啊，你说什么都对。来来来，继续问废话，来，让我看看你的废话是有多废话。为什么不上班？因为休息。能替你上班吗？想去打麻将，不行。今天有行程吗？我刚刚说了我休息。他问我你在呼吸吗？哇，这个太厉害了！哇，你真棒啊！我跟你说，我真的在呼吸。哇，这问题太好，这问题太好，我喜欢。可以。有问我会讲粤语吗？我觉得他觉得是故意的。他觉得是故意的啊，他故意引起我注意，故意的，这个别说新粉了，连粉都不是感觉。对不起啊，我是广东人来的，你明啊？你系咪头先撞彩点入嚟啊？你唔识我噶嘛？我识讲白话噶。最近有没健身啊？对，前天才发的泡泡，我健身了。贝拉大便了吗？贝拉，我用嘴呼吸吗？啊，我用耳朵呼吸呢。你为啥不用鼻子说话？我倒是用鼻子唱歌。Oh my god, this is kind of awkward. Not gonna lie, this is kind of awkward. That was kind of awkward, guys. If you think about it, that's a little awkward.